提早为皇帝天狗日来做准备，新市区公所结合着庙宇、社区志工、甲天狗日宣导小组等人，来到区内，讲建立巡视周边环境，甲天狗是毋是有来积水，以及预防性投球来杜绝蚊虫滋生，也呼吁着大家伫落雨了后，爱彻底落实巡逻清路的工作。为了要提早为皇帝天狗日做准备，新市区公所结合庙宇、社区志工、天狗日宣导小组等人，一群人是来到港阿里来巡视庙宇周边环境，甲天狗是毋是有积水，以及有往生投药来灭绝蚊虫滋生。啊，落这个灯光都也真严重，啊，希望这个村民吼，大家拢尽量啦吼。庙宇啊，尽量吼，大家一定爱袂使有迄个积水的所在啦。我尽量大家拢较清洁就对啦，较清洁就对啦。另外，社区志工也来到里内抗地啊、住户内外、菜园啊巡视，时来发现有无用的鱼缸啊有积水的情形，也看到民众爱将水来倒掉，以及废弃的车轮啊爱装空，以免落雨积水成为蚊虫滋生的所在。因为登革热吼，伫外关区吼，即卖已经有发作百外例啊，啊外国尤其中美洲吼。诶，做几万例啊吼！啊，咱迄、那个其他东南亚国家吼，我发生做变常例啦吼。啊，咱就做做出人出国，啊出国人啊倒来吼，有潜伏期，啊那万不哩许定着，咱拢唔知影，咱拢只拢受宰殃诶。所以吼，而且呼吁啊吼，大家吼，住家诶环境啊吼，厝边隔壁吼，咱像他注意讲诶，咱共同来甲环境整理好清洁。啊，唔通许个瓶瓶罐罐吼，内底有止水容器。啊，你瓶瓶罐罐像遐吼，啊，止水瓶罐爱揢入内底藏，莫藏外口。啊，落一落雨积掉的吼，啊，花卡花盆吼爱清洁。新市区长谭乃成指出，新市共千里社区之间，伫宣导方面天狗咧非常用心。另外也是上济队伍，也感谢咱共前北极点委员甲之间朋友辛劳，才会当让新市伫方面天狗咧非常成功，并无发生近来案例产生。并且呼吁大家伫落雨以后，爱落实巡道清刷，天狗日才会当无烦恼。记者萧正伟新市区采访报道。